去两周一看得起我们这些穷苦人，为我们做了不少的好事啊，一笔点多福多寿啊。不不不，姨妈，去两周我们告辞了。老人家你多多保重啊。去两周，慢走慢走，慢走。哎，小狗你也在这儿。官人，燕子，你看，这是刚才那位老人家送来的鲜鱼呀。我都看见了，这一片心意实在难得。是啊，燕子，你看这鱼儿实实在在灵爱，不如把它拿到西湖去放生吧。官人一片慈善仁爱之心，事事令人敬佩，不如叫小青将鱼送过去吧。好，我去。请问大哥，保和堂药店咋个走？哦，保和堂说在城中无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哎，你像是外地来的呀？哦，范老乡告我。哦，你往前面走，过了拱北桥往右拐，看到歪脖子树再往左拐，左拐右拐，然后再拐一个大拐拐，就看到一个大招牌。哦哟，好大一个药店哦，那就是保和堂药店哦。哦，明白了，告辞。好嘞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老板，我等着呢。哎，谁是大名鼎鼎的许郎中？谁是大名鼎鼎的许郎中哦？哦，先生，你也要找许郎中了？对，治病救人要紧呀。那就是许郎中。许郎中，哎，许郎中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什么事？你说清楚了再走不迟啊！哎，快救命呐！我跟你说嘛。哎，究竟是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许郎中嘞，我家老爷身患疾病，啥子灵丹妙药都用过了，就是不见好转。如今已经三天没有沾茶水米饭，为救老爷性命，铁的赶来钱塘，恳请许郎中前去救他一命哦。那这府车在何处？你又是何人呢？府车在姑苏城内，我是管家贾士德。哎，姑苏城内不是有很多名医吗？为啥要舍近求远？哎呀，许郎中嘞，姑苏城内虽有不少名医，但老爷服药之后不见好转，病情愈加沉重。久闻保和堂许郎中治愈钱塘流行温热，名声在外，特地前来求你这个大名医哟。可是我这里也有许多病人需要诊治啊。先生，你要先解燃眉之急，三日之内立刻往返，船已停在码头之上。先生，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！好，那就快走，走，快走。哎，先生，那个病人药方还没开好哟。哎呀，你就接着开嘛。哎，先生，娘娘和小青到许兰姐姐家去了，哎，回来我也咋个说嘛？潘成，你就说。我到姑苏治病救人去了，哎，三日后就回来啊！哎，快走快走，先生先生。哎，说是去找别墅镇，我的心里头啊是又害怕又喜欢呢。哎，要是万一露了马脚。哎，但怕连命都要蹉跎。啥子哦？有法海禅师给我撑腰，我又变成许仙这个模样，只要把戏一点，只怕不得出怪哦。钱塘又重返，模样已变换。谁人能知晓哦？倒也变虚仙，虽然心害怕，不到冒风险。人间一众人，心中秘密天。
要冒大胆，骗你就能沾，就能沾。对，庄许仙就要抢许仙，冒起胆子去吃百货堂药店，见机行事。你这啥东西？啊，徐先生，你回来了！啊，徐相公啊，你回来了！哎，先生，你都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徐相公，你都回来了，我去跟娘娘说一声。哎呦，我怎么一看到他，我这个心头就动啊动的呢？哎呀，我是既恨他又怕他哟。我说老祖，我现在都是许官人了，我怕哪个？我还不是呀？放弃。娘娘，徐姑爹他都回来了，怎么你叫姑爹就回来了？娘子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官人路途辛苦，快坐下歇息，为妻给你泡杯水。不，口渴了，不喝水，不喝水。官人，你说的啥哟？口渴了要喝水，要喝水。哎，要喝水，有劳娘子。官人路途劳累，想必已经饿了。小青，快与你家姑爹准备膳食。啊，不，我在路途也用过午膳了，就不必麻烦小青了。小青，你到店中去看看，有什么事我们再叫你啊。快去。是。官人，你才走一天，为妻都十分的想你呀。哎呀，娘子，你真是个多情多义的人呐。哎呀，大白天的被小青看到，多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小别胜新婚，你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嘛？啊，官人，文字你不是这样的呀？这，哎呀，往日是往日，今日是今日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哎，官人，这夫妻情人嘛，也要看什么地方嘛。好嘛，那就姨娘子嘛。哎，官人，此次到姑苏治病，不是说好三日才回，怎么才去两日你就回来了嘛？哎呀，娘子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身着的小船刚行至半途，就遇上了他们的报信之人，说是他们老爷已魂归西天，故而挑转船头回到钱塘来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官人路途劳累，就在家中歇息。为妻与你泡上一碗浓金香茶，夫妻一床而坐，拜拜龙门阵啊。哎呀，要得要得，咱们好过瘾呀。先生啊，先生，官人潘成他在叫你啊。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刚才来了一个病人，邀请先生前去诊治。
你跟他说先生今天劳顿了，该日再来。哎，看样子病人病得不轻了。病得不轻也不行啊，官人，既然病得不轻，治病救人要紧嘛。哎呀娘子，你不是说我旅途劳累需要歇息的吗？那也要看什么情况嘛。这官人，你就快快前去诊治吧。哎呦，老夫不该提老夫，别的姑娘吓儿哦。哎呦老婆，我怎么昏起来了？哎呦，你的病咋个来的这么快呀？哎呀，一定是昨晚吹了夜风所致啊。哎，先生，那病人还在殿中待到起的哟。看病，周末，周末。今日回来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把他的症状说一说。他是突然昏迷，说浮华，还要抽筋。哎呀，不晓得他得的是啥子怪病哦。我明白了。徐扬州，你医术高明，名声在外，你要救救他哦。我们的娃儿还小哦。哎，你放心，到了我们保和堂药店，没有治不好的病。哦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潘成，哎，开药方。是是，哎，恭喜许成仙，黄连黄北与黄那些青皮白雪和洁皮龙胆草根加苦参，龙里个龙里个龙加苦参。先生，这药方不对症了。曹操不对症。哎，他得的是热火攻心昏迷不醒嘛。啊，哎，我给他开的是解表上寒清热，哎，咋个不对症呢？王天开的药方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徐郎中，你开药方嘛就开药方嘛，你们两个在那里嘀嘀咕咕的，哎，这个病究竟是治得好还是治不好哦？哎，咋个治不好呢？哎，既然治得好，咋个开了药方还不见药呢？大哥息怒，哎，马上就给你配药。先生，你再斟酌斟酌这个药方。这个药方。官人，将药方给我看一下。病人是突然昏迷，说浮华，还半夜抽筋。官人，这是你开的药方啊。哎呦，我的老婆咋不就痛起来了呢？哎，娘子，你看一下这个药方。我先歇息一下，歇息一下。医生都病了，又咋个给病人看病呢？哎，你们究竟是咋个搞起来哦？大哥，请息怒。大嫂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，少时伤客就叫他清清醒醒地给你一同归家呀。当真？当真。好，那我就信任你这个郎中娘子了。不，要信任这保和堂药店嘛。哦，潘成，哎，开药方。好。
好。可求岳父去相信呐、啊，再相信生就离婚呐、啊。长老兵片诉何乡，长河传诉走江崖行。药方写好了，快快告知约他服下，少时必定痊愈。哎，娘子，大嫂，郎中娘子，你的药真是神呐、啊！我一定要到四处去给你传命。大哥，这剂中药只是煎表，回家之后再服下几副中药，才能表里皆是，得以痊愈呀！哦，你们真是神医，哎，神医啊！徐不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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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吼啥呢？哎呀，魂都要给你吓掉了！徐姑爹，你的胆子咋变得那个小了哇？我们这些人是哪给你黑惯了的了？你说啥子哦？哎呀，我是在说，刚才我昏昏沉沉的，正梦见一个青面厉鬼呀！向我扑来，才是你哟、哦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小青，你家娘娘在何处啊？娘娘在药店，这是娘娘吩咐我给你熬的羹汤，你快趁热把它喝下去嘛！哎，放下，放下。哎呦，不男不女，不公不母，我看到你是气，吊到我枝头，我总有一天要报。哎呀，哎呦！哎，小青姐，潘城，你到哪儿去？白娘娘说，先生在路途中染了风寒，让我跟他送药去。先生在哪呢？去嘛。哎，小青姐，你有啥事？我想想啥子？我想这个，这个，那个，啥这个那个的哦？有啥话快说。给。
你这是在干啥？小青姐，我是真心的。啥子真心假心？你有毛病！你咋个那个荒唐啊！我有毛病！哼！先生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啥子话你就说嘛。我想回到乡下自谋出路。要你开包括疼有的。哎，为什么？为情所困。啥子？你也有情？哎，我都是大人哦。大，你又爱上了哪一个呢？我哎，不说的。哎呀，你都是大人了，还不好意思说，怕啥子吗？说，我喜欢性格豪爽、样儿好看的小青。啥子呢？你爱上了小青？哎，你搞错没得哟？你哪个都不喜欢，啷个偏偏爱上了他哟？我不晓得，反正我觉得他的人品好嘛。嘿嘿，这件事情太奇妙了。哼，我就给他拿一个倚他的毛攻他的凳，耍笑耍笑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，一下我心中这口恶气。潘晨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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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算你喜欢他，那他又喜不喜欢你呢？哎呀，先生，我送胭脂给他，就是想表达我的真心，哪晓得他不但不接受，还骂我有毛病。你说我们以后一起咋个好相处嘛？所以我想还是回到乡下算了。哦，潘晨，你不能回乡下去，你这件事情我给你做主啊。先生，你要帮我除成什么亲事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以前你是说过要将小青许配给我的哟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说过说过。哎呀，潘晨，刚才你怎么那么唐突去送他胭脂粉？人家女孩子家当然要害羞，要假装生气咯。这些事情你都不懂说啊？是这样的呀？那这件事情就有希望了。十之八九。哎，先生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呀。这样，今晚我与娘子再和小青谈谈，明天一早你就换上新衣新鞋前去敲他的房门。那是害怕好事不成啊。对对啊。小青，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？真是欺人弄人。小青何出此言？是才我叫你为你姑爹送羹汤，是不是他责骂了你？许姑爹倒未曾责骂，那又是谁人惹你生气呀？是那不懂事的潘晨。潘晨为什么啊？他瞎了他的狗眼，竟说我女儿家使用的胭脂粉
我去的时候用制服啊，叔叔不是这身打扮，我小青嘛，不知这不为过，潘春乃是凡夫俗子，青春年少，求我之心也在情理之中啊。娘娘，我这是有苦说不出啊。哼，小青，娘娘明白你的心意，你要多忍耐心，慢慢让他失了这份心嘛。官人，你的病好些了吗？官人，哎呀，娘子，多谢你送来根汤和药物，我服下之后好多了，好多了啊。这为妻就放心了。啊，官人今日说开药方，为啥不对症吗？哎呀，娘子。我看药方之时，突然头昏脑胀，是神思恍惚，那汉子又没把病情说明，教训教训呐、官人，今后小心即是啦。啊，记下了，记下了。官人今日路途劳累，有感风寒，还是早些歇息吧。老太，歇息歇息哦。官人，还没有跟你一样啊？还有跟你一样？哎，王子不是这样的呀？啊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试一试，惹得人浑身酥软。每家人那金宽衣，风情万端喽。他犹如七仙女儿，眼前在现。又好比月中嫦娥，让人垂涎。这一阵看得我心猿意马，这一阵惹得我心如油煎了。今夜晚天助我得许心愿，癞蛤蟆盼来了花好月圆，哎呀呀，啷里个啷，花好月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好美呀！哎呀，娘子，这是为何啊？官人身体不适，早些休息。哎呀，娘子哎，人家好想你哟、官人，夫妻家有妻子一朝一夕，今日换事作罢。哦，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官人，你看今晚月白风清，花影摇影，何不吹上一曲箫音，共度良宵啊？啥子？要吹箫啊？对，
为妻向天官人吹箫啊。哎呦，他才会出这个难题嘛，我对吹箫是一窍不通哦。官人，箫来了，快快吹呀。嗯嗯，好，我吹，我吹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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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，我是想为你吹上一曲箫音，哎呀，这个老火咋个偏偏哎又痛起来了啦？哎呦，哎呦，官人即使病了，就早些歇息吧。哎，好好好，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娘子，官人，你在做啥呀？啊，夜寒风凉，我想整好床被与娘子上床歇息呀。官人身体有恙，过自歇息吧。啊，那你，我在这里坐一会儿，全当歇息。你都不睡，那我也不睡喽。三更起催人惊，只是天涯远，又何心中分？难道是乔装打扮是京城，男女白色难相信？难道是皇城患病他不行？尽管试探查原因。倒是锦囊妙计欠失神，一架乱阵起疑心。天家过
须决定，一无大事最费心，四季安静学习心，二体雄鸡保黎明。哎呦，天都要亮了，神主还没有到手，真是憋死人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娘娘，小心火死了，你快随我来。哎呀，这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寒啊！只说我让潘成这个笨蛋去纠缠纠缠小青，移除我心中这口恶气，那只关键时刻竟助我成功了。哎，潘成呐，你为啥对小青姐强行无礼呀？哎，有什么话你就快快说出来，我与你做主。你不说出实情，叫你认得到我是哪一个？快说！白娘娘，以我爱慕小青，遭到他的拒绝，我将实情告诉先生，先生说这件事情包在他的身上，小青姐一定会应允，还叫我几小时到他的房中。哦，哎，我真倒霉啊！白吉子啊，白吉子，七算八算你就少了这一算了，我还不脚底下才有溜啊！官人说的。哎呀，小青，走，快上马路。他竟然跑了，小青，我们中了他的计了。娘娘，你的神珠。其实啊，被弃子你的千难难了，时候一到我们就下山去吧。师父，你还没把我变转来哦。好，那你就变为小沙弥，同时取之天堂，收复应邀，谨遵师命。变。许仙变和尚又换新模样，心肠没有变，随时去天堂。徐郎君，爷，你还敢再来呀？哎呀，娘子，娘子，你快拉倒我！哎呀，小青，他怎么毛手毛脚的哟？快说你是真是假！什么真假？哎，难道我许仙还会有假吗？你，官人，你的玉佩呢？随身佩戴。娘子，你问他何来呀？快拿出来，为妻看一看。好。娘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小青，真的是你家姑爹回来了，休想怒骂！哼！Thank you.
草嫩，生死可由向远方，城门内云影飘，雨云地飘。喜欢哪个？这个？哪个？是不是这个？就这个吗？